大家一起合掌，我们共同念诵发愿文：稽首华严真性海，种种光明遍照尊，普贤万恨所庄严，一切真如法界藏，龙树龙宫清颂意，时差于田产为言。一圣圆顿妙法门，见性成佛真谛典，手捧木观心口诵，当知宿有大因缘，见闻随喜发菩提，究竟圆成萨婆若。好，请放掌。大家午安。我们今天呢？很欢喜的，还要继续来学习有关于判教这方面的内容。说实在的，我当初在整理这一段的时候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判教的各种不同的派别法门又很多，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很担心，然后呢？也一直在思考说，这么丰富复杂的内容第一个要怎么整理？第二个，整理以后呢，可以让大家理解吗？要怎么样去讲，然后怎么样去深入呢？那我在这个摸索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其实越看越清楚，而且越看越学习越欢喜。欢喜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不同宗派的判教的过程当中那个我们的清凉法师把所有经典，无论是大圣、小圣、唯识、性宗、相宗等等不同的经典的精华内容，它的特色，它的法义，都列举出来告诉我们。而且更可贵的，还告诉我们说，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呢，你要如何来会通，如何在一个非常没有自我主观意识的那个架构的排斥的那种心态之下，平等的看各个宗派、各个法门不同的经典的特色。这个就是非常可贵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那个内容。好，所以我非常喜欢跟大家来探讨这一段而这一段事实上大家想要学进去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要学的义理分歧，也就是我们华严经所标举的那一个十玄门，所标举的那个六相圆融，还有我们华严经之所以为什么称为圆教，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清楚明白了。而且更进一步的，你看其他的经典，你也能够了解其他经典的特色。就像我们今天有发给各位两份讲义，对不对？一份是二一零，对不对？还有211，还有另外一份是210之一。那210之一谈的是什么的内容呢？法华，对不对？为什么要谈法华？这是大经经王跟我们华严经一样，都是经王那华严跟法华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又是一样的。一样是什么？一样都是圆教的经典。那不一样的特点呢？是什么？一个是别教的圆教经典，一个是什么？同教的一个圆教经典。那这个我们在后头会学习到。那在这个圆教经典之何以称为圆教经典呢？又跟其他的大小圣的经典有什么差异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当我们了解到所有大小圣等等不同的经典的内容的时候，你才能够恍然大悟哦，为什么华严经是圆教，是这么独特，是为三界外的41位法身大士而说，
而我们学习的重点又应该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能够理清了。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谈的是什么？要谈的就是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上一次没有讲完的，请大家先翻到我们的46页，苏超46页，跟我们的贯科，贯科是苏文23页，我们要对着看。哦，今天我们要这么两本书要对着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贯科里面的文呐，只有苏文没有抄。那苏文，你看贯科非常的清楚明白，而且结构性，你看得出来，抓得到重点。但是呢，抓得到重点里面有很多的义理呀，没有办法深入。只看苏文，义理没办法深入。那必须要用我们的抄，也就是苏超里面那个抄来补充、解释、说明。而这个抄的内容，大家不要去忽略它。其实，看抄啊，才能够真正的学习到《华严经》的精神，因为它举出非常多的论点，非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哦，主要的重点是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这两本书啊来对看。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哦，有提到这个现在要说的哈，是所谓的五十支教的那个判别，到底是妥当的还是不妥当的？那在这个之前呢，请看到我们的苏超第46页。苏超第46页，啊，里面呢就有，先从前面稍微复习一下，哦，先来复习一下。这46页呢，谈的是什么？立三种教，有三家的三种教，哦，第一种教叫做南宗祖师，第二个是光统律师，第三个是吉藏法师。这个光统跟吉藏我们都说过了。那南宗祖师呢，现在就是我们要说的。那这里呢，为什么把它称为南宗祖师？它指的是南朝，我们中国南北朝的那个南朝，那个时代呀，啊，哦，包括宋齐梁陈之间，在宋齐梁陈之间，哦，那个时代呢，都是以健康为首都的。哦，那个时候的首都是定在健康，健康就是现在的什么什么都市啊，南京嘛，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哦，那个时候的那些当代的法师、诸师，就是那个时候南朝哦，南朝那个时候的那些法师啊，他们共同认为说，佛教的经典它可以分成三类。所谓三教就是三类，就是顿教、渐教，还有加上一个不定教，哦，渐教、顿教加上不定教。那这个不定教指的是什么？不定教指的就是如来藏，就是圣曼经里面所说的那两种如来藏的那些经文、那些经典，也就是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哦，这些经文。然后呢，在这个不定教的内容当中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赞叹佛的法身，哦，是佛的三身，哦，然后宣扬佛法身常住的这个很重要的理念，哦，这个是不定教。那顿教大家都知道，这不用解释哈，哦。那现在呢，需要很多探讨的就是关于渐教的这个内涵，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就是。在这个南宗祖师里面，他们认为这三类经典里面的渐教，它就有很多不同的判别了，哦，就有很多不同的判别。那这些判别呢，包括是一种教、两种教。渐教当然是开始分，是开始分就是分两种教的，好，哦，也就是我们第47页，大家稍微复习一下，看看我们的第47页啊。哦，这两种教，两种教就是半教、
对吧？满教哦，是两种教，对不对？哦，或者分成三种教哦，三种教就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包括哪三种教啊？有相教、无相教跟什么常住教哦。那这大家不要看这有相教、无相教跟常住教哦，因为这个基本的分类啊，被后头后面我们现在所要学习的哦，这个五种教就是从这三种教当中再把它插入的，对不对？哦，有相教、无相教，还有一个叫什么？最后一个叫什么叫常住教，对不对？哦，那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是什么呢？哦，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是五种教，哦，是五种教，然后要把这五种教里面，你分成这五种教里面有什么不圆满、不恰当的地方，现在清凉国师就要告诉我们，你假如分成五种教的话，它之间还不是那么恰当，不是那么圆满的。那分成五种教是哪五种教啊？哪五种教？大家很快的告诉我，你们要看哪里？可以很快的告诉我。嗯，贯科对，贯科第几页？对，啊、哦，那五种教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从五种教的判别是不圆满的、不恰当、不是那么周到恰当的来谈起呢？因为教啊，你越分越细，然后你从这个细微当中、分细当中，你会看到不同教之间的特点。好，那我们现在先看回来我们的书文，贯科的书文第23页啊、哦，第23页，你看，我们先看到第23页上面啊、哦，现在要破五十之法啊、哦，略显五十之法。我那时候整理的时候哈、啊，困扰了很久，因为啊，五十之法前面呢，我们的清凉法师并没有交代我。并没有很明确的说到这五种教它是以时间来分判的，所以我找了很久五十之法在哪里、哦、搞了半天才知道、哦、就是这个有相教、无相教跟常住教，这不是我们说的这三种教吗？对不对、哦、原来刚刚说有分成有相、无相跟常住这三种教，然后现在这三种教当中呢，它又加入了两种教哦，又加入了两种教哦。啊，这原来的就是有相、无相跟常住，对不对？哦，然后呢，在分成五种教的时候呢，他又加入了哪两种教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异阳教。哦、另外一个叫做同归教，这两个是加进来的，基本上是从有相、无相跟常住教、哦、这个分类再把它加入这两个，一个是异阳教，一个是同归教。那异阳教我们上次说过，异阳那个异指的是压抑，也就是说、不是那么赞叹、哦、也就是说、压抑哪一个教法呢？义的是哪一个义？什么阳什么？对，义小圣，阳大圣、哦、这个叫做义阳教的精神。那同归教呢？同归教说的是什么？同归教就是说把所有的万善同归于一教、哦、这个叫做同归教、哦、那我们现在他清凉国师就会一样一样的告诉我们说，你这样的分法到底有什么缺失、不圆满的地方？好，我们现在先来看，啊，初明十二年前，啊，为有相者，假如说啊，就是有相教，初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有相，啊，第一个有相教，这个有相教，假如说是佛成道十二年之间呐、啊。
这个所说的教法，而这个十二年之间所说的教法，事实上指的就是我们的小圣教的经典，也就是藏教的经典。假如称这样子，藏教经典是有相者，是有相教的教法的话，那这个有什么不圆满呢？好，他就告诉我们说，自为成论，这个成论指的是成实论。小圣有一个经典叫做成实论，大家把它写上去啊。这个成论呢，成实论上面呢，他说的是什么？这个成实论他这部论是我们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而这个翻译的主要的义理内容呢，他说的就是主张小圣也有讲我空之外，也讲法空，这个是成实论的一个特点哦，因为一般都认为小圣只讲我空不讲法空，事实上呢，这个成实论他也主张这个阿含经典他也讲法空，那这一点呢，他就很像大圣的经典，对不对？但是呢，成实论当中，他又把所谓的空呢，说成虚无的那一种空，也不像大圣了。所以这个就是成实论里面它所包含的特色。那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成实论当中呢，他说我今证明三藏中实义，我现在就是说，正确的，或者是说正宗的，来说明在三藏中真实的义理。好，大家把这一个挂号拿到这里来，实义即空，这个挂号拿到这里来，哎，有没有这一个挂号要拿到最后实义即空的。那里，对，要拿到这边来这样子断句才对的我今证就是成实论当中，我今证明三藏中所说的真实义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空，即空的这个空就是成，就是即空。好，那这一段话大家看这个小字。我现在要请大家要学习看这个小字是我们的那个表姐里面，她的科判，就说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引小圣论破，破什么？破说第一初期就是前十二年阿含期的时候呢，只讲那个我空，但是事实上也讲法空，这个是引小圣论来破这个论点。那第二个呢，他引的是小圣经来破。第三个又引一个大圣的论来破，破什么？破说有相教就是初期出前十二年，不是只讲有相教我们来看阿含中云无事老始。即法空也，无谁老始，即身空也。这句话其实讲得非常的透彻，而且讲得让人家看了心里会砰砰的跳，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中一个是事，一个是谁，对不对？谈论的都是老舍的生死法，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第一个，无视老舍的这个"视"，指的是老舍的什么东西？体性，也就是指的是老舍的那一个体，那个体性是什么？无嘛，就是空嘛，
哦，那后面呢？无谁老死的这个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哎，指的所谓的我，就是那一个轮转六趣的普特伽罗的那个主体，哦，所以是无谁老死，不一样的。那个轮转六趣的那个主体呢，就是身空，就是我空。那前面无事老死指的是那个法的现象，生死法的现象，哦，是那个体性，所以是法空。这句话大家把它记下来。哦，无事老死跟无谁老死，是《阿含经》里面都谈到。哦，而一个指的是法空，法空是以什么哪一个字来代表？无事老死的那个事的那一种法尔如是的那个状态，哦，无谁老死指的是我们轮转六道的那个主体，那个普陀伽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我，哦，所以是身空我空。好，所以这里面他就提出第一个，哦，事实上有相教当中也含有大圣的义理跟精神在里面，对不对？接下来又谈到引智论，哦，智论就是大智度论，哦，智论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三藏中明法空为大空，哦，三藏中，哦，怎么样谈法空呢？他的那个名词就是以大空，哦，称大空。就是指的是法空，那摩诃眼中明十方空为大空哦，摩诃眼指的是大圣经典哦，三藏中指的是小圣的经典哦，所以这个不一样。摩诃眼指的是大圣经典，他谈的大空，事实上指的内容是十方空，所以呢，两个名字不一样，一个是法空。一个是十方空，事实上他说的义理都说成大空，所以以显小圣当中，哦，他也谈二空，也就是谈法空，哦，法空跟人空，也就我空，哦，小圣都谈到了，所以呢，哦，我们不能说哦，前十二年都只谈有相的。那一个三藏经典哦，那第一段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把这一个文消文完毕了。现在请大家看到我们的书抄第50页。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我们的书抄第50页。看一看啊，在抄里面呢，有没有告诉我们哦更详细的、进一步我们可以学习的内容？好，请看到第50页，第50页啊，哦，第二行这里有没有诚实论？刚刚我们读过，我今成立小圣宗哦，实义。故云诚实，就是说这个诚实论它如何得名的呢？因为他说我要成立，我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小圣宗真实的义理，所以叫做诚实论，以三藏及小圣教故。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我们要学的重点，啊、哦。既言实义哦，这个实大家把它画下来。既然说到真实义、实义，这个实义呢，说的就是什么？空的意思，就是空义。所以大家在脑筋里面要有一种 A 等于 B 的那种替换的状况，看到实义就想到空字、空义哦。这个说明什么？说小圣已说空。哦，小圣已说空，何言见有得道？
不可不见时欲而得道也。那当然，我既然说大家还记得"见有得道"这几句话，有没有很熟悉呀？我们上个礼拜有没有讲过？有，我们的讲义上里面有讲过，对不对？这个有，为什么说是不是见空得道，而是见有得道？还记得吗？有是做怎么解释？回去自己看，复习一下，好不好？哦，我们这个都说明过了。哦，既然说见有得道，下面那一句啊，不可不见时欲而得道。哦，那你怎么可能说你不见时欲就是空欲而得道呢？对不对？你是一定要见到有中的那个空欲而得道的。哦，事实上这个是不可不见。哦，这是双非的论那个句义啊，所以是需要见空义而得道也。所以我们要谈到阿含中无是老死是法空，无谁老死是空生空的问题，对不对？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为什么很多经典当中。都说什么小圣只有人空哦？为什么很多经典当中都说小圣只有人空呢？哦，那而没有说法空，这样的讲法是有两个意思含在里面。第一个，他说的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从多分少分说，就是说他是从《阿含经》里面大多。大部分所谈论的内容，说的比重有多少？哦，从多分少分说，哦，小圣经典多分就是大部分所讲的，都是讲的是什么？人空，哦，就是讲法空也有，但是讲的少而已。哦，那第二个呢？第二个说明的是什么？从闲了不闲了说。哦，所谓的闲了的意思，就是说说得透不透彻，哦，明不明白，完不完整的意思，哦，所以这个从闲了不闲了说，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般若经典》说空性义，就非常非常的闲了，对不对？你一看就知道这个讲的就是《般若经典》，这个就是闲了，哦。虽说法空，虽然呢，在小圣经典上面也说法空，但是未全闲了，所以不说法空，哦，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个精神，《阿含经》里面人空也谈，法空也谈，只是人空哦，就是我空谈得多，法空呢讲得少，也不是那么明显的意思。哦，那这一个了解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我们的第51页，我们的第51页，我们的第51页啊，这边就是皆显小圣已有二空，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结论，就是。金刚国是破这个有相教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有相教里面不是只有讲人空，法空也说的，哦，所以呢，他没有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哦，所以呢，哦，这五十支教所立的这个第一的有相教是有违背于经论，而不是那么恰当的。哦，这个是清凉国师没有讲的那个意涵，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是破有相教哦的结束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我们的书文23页哦，先看书文23页怎么样破无相教哦，怎么样破无相教啊？那若云好，书文23页。若云，假如说呢，哦，第二十，这个第二十指的是什么？第二十，什么叫？
有相教啊，第二识就是有相教，说空就是般若经的那个时期啊，说空者，12年后，这里面就提出一个事实，告诉你说这样子也不太对哦。12年后就是讲完这前面12年前跟12年后有没有？方志广界啊，这句话把它画下来，那是。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世尊自戒的时期呀，是在什么时期？世尊自戒、戒法、戒律的这个时期，是在什么？是在12年以后才自戒的。那既然说是自戒，怎么会说只说空性呢？因为自戒就是有啊，说的是有啊，对不对？有所犯才有所自戒啊。怎么会说只说空呢？哦，那下面呢就提出告诉我们，又自论云，大智论上说啊，从得道业乃至涅槃，常说般若，其前不说空。好，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点，这个前指的是哪一时期？对，就是前面那个有相教的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在有相教里面哦，也说空啊，也说般若啊，哦，为什么？就是从大智论这句大智度论里面这句话，从得道业，从世尊成佛以来，乃至于涅槃，哦，从得道乃至于涅槃，常说的就是般若。所以呢，有相教当中呢，也说空的，这又是，哦，也是一个破了哦。若云第二识中未显常住者，实相般若岂无常耶？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主题咯，对不对？哦，因为呢，说到第二期。第二时期说的是无相教，所以说的是唯空，或者是只说空性的这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他就指出，除第一个哦，第一个不圆满，就是说前面的另一个有相教当中呢，也说空。那第二个理由就是在现在所说的这个无相教当中呢。事实上，他没有显常住者。假如没有显常住者，这句话是真的话，下面就是驳斥了“实相般若岂无常耶”。也就是说，在说空，在说那个般若空性的时候，说的就是实相般若。那实相般若难道不是常吗？难道所提的不是常吗？常的概念吗？哦，这个就是破不明常住。这个不明常住是什么？佛性常住的意思啊，不是那一个因缘变化的那个常啊，不是这个常啊。涅槃一说佛性啊，这里就比较明白指出来的啊，在涅槃啊。这个涅槃不是指涅槃经哦，指的是说哈佛性的义名。我们都知道佛性有很多不同的法相名词，有很多代名词，都指的是佛性。其中有一个叫做涅槃，对不对？哦，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很多啦，我们都可以指出法住、法性有没有？哦，还有真实哦等等的这一些。你们只要有兴趣，可以去整理一下哦。哦，佛性的代名词总共有多少种？很有意思的哦。以前我在那个华严精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啊，就做过这种事情哦。那当可以帮助大家对经典的熟悉度。所以呢，哦，涅槃一说佛性，一名什么？对呀，般若，这般若也是一个涅槃的一个另外一个法相名词啊，对不对？是知实相啊，
般若这里这一个据点呐，请大家搬个家好不好？搬到哪里？ 实相般若，搬到这个般若的后面，据点搬到这个，是知实相般若，这里面是一句话，是知我们的实相般若。好，这句话很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观念不断的在我们书抄里面出现，就是什么？我们所说的。 佛三种佛性当中的一个正因佛性，而观照这个观照当中，大家加上两个字，观照般若，加上般若两个字，观照即为什么？了因佛性，了因后面加上两个字佛性，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你看。 实相般若里面，我们说有三种，对不对？有好几种实相般若，然后呢，我们说佛性有三因佛性、正因佛性、了因佛性，还有一个什么佛性啊？缘因佛性，对不对？那在这里就很明白告诉我们，我们所谈的实相般若呢？ 说的就是我们众生皆具有的那个正因佛性，那观绕般若就是了因佛性，也就是所谓的智慧，又般若离四句。好，这里有四句出现了，有没有？四句出现了，大家都熟悉了四句的句法吧？ 对不对？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有跟无嘛，对不对？或是空跟有嘛？那第一句是什么？有跟无，对不对？第二句呢？不是，第一句是有，第二是无，第三句非有非无，第四句亦有亦无，就这四句的变化。那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般若呢？ 离四句离开就是超出于四句的那一个概念的约束，你不要去执着这个有无或者都有都无或是都没有都亦有亦无，不要拘泥在这四个概念当中，这个叫做离四句，合成纯空，结论就是说。 你说般若就是空，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般若你假如以这样的四句的概念去谈论它是不对的，所以般若离四句合成纯空，根本就不会把空拘泥于在这个四句的概念当中，不会去执着于它。那另外一个呢，它是相对的句法，般若呢既离四句，然后但是呢。 也是怎样，不坏四句，你看看这个文章做得多好，是不是？般若离四句，但是同样的般若不坏四句，然后呢，既离又不坏，结果是什么？有妙有起，无妙有，也就是说，我们当下现实因缘的种种存在。 它是有相的，但是这个有是什么？妙有的状态。为什么妙有？因为你当下你可以看到即空即假即中的那个真实意，因为你在这个当下可以看得到那个空性的状态存在于所有的因缘现象当中，而这个因缘现象呢，它如实的呈现。 不破于因果，所以这个叫做般若不坏四句，起无妙有，四知大小，不是形状的大小，是大乘跟小乘，把它写上去，四知我们所说的大小乘的经典呢，各有四门，哪四门呢？
哪四门？四门就是四句呀、啊，了解吗？也就是说，无论是你小圣经典或大圣经典里面呢，都有这四句的概念在里面。那等一下那个抄当中啊，就会告诉我们大圣的四句跟小圣的四句。而但言出有赤空者，有没有？出有，出有指的是什么？前面的有相教，赤空呢，指的是什么？现在的无相教，哦，出有赤空。假如你这样子分类的话，各得一门之意耳。你这样子分呢、啊、也可以，但是呢，事实上你只得到其中四门当中的什么？一门之义，你只其中只谈论只兼顾一点点的义理在里面而已，啊、哦，并不全面的意思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破第二识的无相教啊、哦，破第二识的无相教。那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书抄啊，啊、哦，因为这个书抄里面这一段呢、啊，提出很多的内容。哦，是很好的理解跟学习呀。好，请看到我们书抄的第51页。书抄的第51页就开始啊，也就是我们第二识的这个无相教，对不对？哦，那在这里哈，大家在12年后有没有？方志广界哦，广界这个地方把它画下来，哦，12年后哦，那个我们的世尊呐、啊，哦，才在僧团当中哦，才在僧团当中啊，慢慢的制定戒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犯戒就不会制戒，哦，都是有僧众犯了某某的过失以后，为了防止别人犯类似的过失呢，才治了一个戒。所以呢，在佛成道的12年之前呢，哦，事实上都是没有成文法的，戒律没有成文法啊。那个时候，万一说有比丘不小心犯戒了，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只是依着口头的劝戒，哦，依着长老或者世尊。哦，他们做呵斥或是劝诫哦，来让大家改过，而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有效果了。但是到12年后呢，僧团慢慢人越来越多了，组织也越来越大了，那开始有人不断的哦，慢慢的累积很多犯戒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世尊呢才制广戒。这个广戒指的是四分律，啊、嗯，有一个律法叫四分律啊、哦。这个时候制的就是四分律，而这个四分律说的就是有。所以在第二识的无相教，并不是只说空而已啊、哦。而这个制戒啊，哦，它的原则是什么？随犯而制。就是随着有人犯了这个不该有的行为，好，而治这个戒法，这个叫做随犯而治。而这个随犯而治，哦，它有一个简称，这个叫做什么？学处，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个学处啊，在这个经典当中，在戒法的经典当中，学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学习的学，哦，处所的处，哦，学习戒法之处。我怎么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哈，请大家翻到我们的第16页，第16页，我们刚开始学那个三藏，有没有经律论？哈，有没有经律论？这个当中，请大家看到翻到第16页，
第十六页学处啊，就一直在出现，哦，大家找一找，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提醒大家哦，那现在大家再重新找一下。第十五页就有嘛，对，第十五页就有哦，先至学处有妨害，就说有犯戒的这个状态呢，就要先什么？ 哦，自学处学戒之处哦，然后呢，第十六页的学处啊，有好多哎，第四行有没有看到？哦，把它画下来哦，学处哦，你们假如看那个《于浅师地论》的话哦，学到这个戒法的这一篇呐、啊，我记得好像有没有发给大家，你会看到很多学处哦，然后呢？ 第五行，第五行，为告白比普陀伽罗所犯过矣，大师即身自所学处，有没有？哦，就是告诉哦佛说哦某某僧众犯了什么什么样的过失呢？大师就是佛，就把僧众集中起来，大家共同讨论哦而自。 戒所学处哦，要学的什么地方要避免犯错，这个自戒所学处哦。那还有什么地方这一页有学处啊？哦，大家回去自己找好不好？哦，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看到这个要有一个油然升起的那一个尊敬的那个心理呀。 戒是学的好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学戒可以成佛，哦，戒是学的好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学戒可以成佛，哦，真的，学戒可以成佛，戒很重要，哦，那戒呢，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学，在我们身上落实啊。第一个就是生活起居啊，要规律，这个就是第一戒，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也不要犯贪嗔痴，不要常常生气呀，这也是戒呀，对自己的戒呀，对不对？哦，这个都是可以自己很清楚的自我检查的啊。好，那我们看这一这个五十一页，五十一页这里呀，哦，就是有。 哦，十二年后不是只说空，而是十二年后也说有哦。为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戒经是怎么说的：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大仙人道指的就是佛道。 哦，大仙人道指的是佛道，所以呢，哦，最后的结论就告诉我们：此是释迦如来于十二年中，为无是争，好，无是争画下来，不是争不是无所事事的这些出家众，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说僧团当中啊，没有什么争分之处啊，没有纷争，哦。 没有纷争的事啊，身口意都很清净，这个叫做无是争。说是戒经，这个戒经指的是四分律，指的是四分律。所以你说第二期不是只说空，也就是无相教这个当中也说有的，尤其是广智戒律啊。好。 那我们现在呢，翻到第五十二页。五十二页当中啊，谈到的是佛性，正因佛性，了因佛性，对不对？哦，那这个正因佛性，了因佛性，这个当中呢，哦，要请大家来看到的就是我们倒数的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 这为两种般若，我们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哪两种般若？实相般若，还有一个观照般若，一个是原因佛性，一个是了因佛性嘛，对不对？哦。
那这两种般若呢，指的是两种佛性，在名称上是不同的，但是在义理上呢是同不殊，就是相同的。言实相为正因者，说我们说所谓的实相真实之相是正因佛性者。这句话我们只是在表示说，就是我们的第一义的这个第一义空，说的就是第一义空，这个第一空把它画下来，就是佛性。而第一空同样也是指的是实相，所以很多代名词大家都要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看到的就是般若离世句又不坏世句，什么叫做般若又离世句又不坏世句的这个解释，请看我们的第53页。好，53页的第一行看下面第一行这一句话的它的要旨说的是什么？就理而言就真如之理而言是什么？觉百非我们说世句百非，从世句里面呢，就可以演化出其他96种。的不同的概念出来，所以叫做加起来就是100，对不对？96加上40，100。而这100个概念，假如执着它的话，都是不对的。这个叫做百非，是句百非。那我们从真如之理，就是空性之理来看的时候呢，它是呢不需要有这一个一这么多的一个错误概念。所以是觉就是根本跟他无关，这个真如之理就跟这一些概念是毫无关系的。阎王是句那阎呢，你在概念上去分判的话呢，你也要怎么样离开超越的这四句但以空为般若者，非真般若也。但是呢，假如我们只是把空，一直把空就视为般若，那这个时候我们执着于空，也不是真的般若，所以他现在就就把那个经跟论来告诉我们，这里面呢，般若非有相，非无相，亦非有无相，亦非。非有无相，离一切诸相，何得纯空？有没有？就是四句，它这里面指的四句，非有相，不是有，不是无，也不是非有无相不是非有非无相，亦非非有无相，离一切诸相所以呢，这个时候中论提到这个概念，它的说法是什么？诸佛说空法，为什么诸佛要告诉我们说空的这个概念、这个法呢？为离于有界，为的是什么？让我们众生离于那个有，那个执着万法皆有的那个见错误的那个见地。若复见有空，但是呢，假如你又紧紧地抓住了那个空的概念呢，诸佛所不化，那这个时候佛也度不了我们了，所以不能只有，也不能只空，那般若不坏四句呢？这四句等一下我们会学到小圣经的四句跟大圣经录里面的四句。那现在看一下《般若经》般若经》里面说：“般若不坏色，不坏受想行识。”这句话说的是什么？般若是哪一句？是前面的哪一句？是离世句还是不坏世句？不坏
是不坏四句哦，不坏这四句，不坏于妙有，对不对？世间万法，它不坏因缘所生之诸法哦。那接下来自论啊，自论他说的是一切时非时，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是名诸佛法。有没有被他绕得头昏脑转？有没有？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你只要把它抓到，一个是肯定句，一个是否定句，对不对？哦，那第三个是。同样都有，第四个是同样都没有。你抓到这四个概念，然后把那个文字给套进去，这样就好了。哦，好，然后呢，最后这个又是很有名的一句啊，又因缘所生法。这个所生法，为什么以妙有的存在呢？是即空即假即中。那这个即中。有遮有表，好，这里面我们有一个阿巴，它代表的是什么？对，哦，我们的讲义对这个有遮有表啊，哦，这有说明啊，哦，有这个遮呢，表示双非啊，哦，大家写上来啊，哦，表呢是双是啊。哦那到底有遮有表的解释是怎样啊？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我提供讲义啊，让你们自己去深入。那有一些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会跟大家特别讲一次啊。是知失意，失不是我们心里面不痛快那个失意啊。是知啊，假如说啊，我们失其意旨，就是抓不住啊，那个最重要的。要点的话，哦，则事句变成什么？四种毁谤之实啊，得旨就是得到他那个主要的精神呢、啊，重要的义理，则事句呢，皆变成了什么？是得，哎呀，这不得了哎，是得是什么？常乐我净，对哦，就是我们佛性的是德常哦，常乐我净的是德，对不对？哦，他这里就一直告诉我们哦，你谈般若是空，对不对？是无相教，但是无相教当中你不能执着空，那同样的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有，那连空跟有的概念都要去掉，那你不能说同样都去掉啊，连这个去掉的去掉也要去掉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下面呢，最后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大小事呢各有四门哦，有四种哈，四种形态的说法啊。那哪四种呢？我们翻到第54页，大家都有色笔吧，对不对？哦，色笔拿出来哈，啊，把那个重点把它画下来哦，在这里。这个四门啊，就是大圣、小圣都有四门哦。哦，那这里面从第一行这里，大家把色笔画下来哦。从第一行这里，小圣的四门有没有？四门这里有一个小圣，这里画下来哦。小圣四门啊，哦，然后大圣四门是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圆标，这里大圣四门在这里哦，倒数第几？一二三，第五行啊，这个是大圣四门啊，前面这一大段都是小圣四门。那我们来看看呢，小圣四门呢，哦，第一个哦，有门啊，哦，第一个有门，大家写一个一有门啊，哦，那有门呢，有门是什么？阿毗啊，哦，阿毗昙是有门。哦，就是说阿毗昙这个论点呢，它表示的就是有门啊，哦。那这个阿毗昙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常很熟悉的阿毗达摩啊，哦。阿毗达摩他说的是什么？我们有解释过啊，哦，对法啊，哦，对相有没有？对着涅槃而去，那这个对法是观对，对不对？哦，
对观啊，那这个呢，俱舍尊一切有部啊，那这个俱舍的意思呢，就是库藏的意思，这个俱舍论呐，啊，有一个论点叫俱舍论呐，它是属于一切有部的论点啊。事实上，俱舍的意思就是库藏啊，哦，仓库里面的宝藏了，就是库藏的意思。所以呢，说有门的论点哦，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什么？阿毗达摩哦，俱舍论哦，这两部说的都是有门啊。那第二个呢？啊，我们不是说空跟有吗？对不对？小圣的空门呢是诚实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诚实，我们有举出哦，所谓的前面我们不是学习到了吗？对不对？哦，我今证明三藏中十义，十义即空，有没有？这个就是诚实论。哦，诚实论他主张的就是空门哦，一个是有门有了，空门有了，对不对？哦，那这里呢，第三个是一空一有门，大家画下来，哦，这是小圣的一空一有门，就是昆勒论。昆勒论这个是佛在世的时候呢，他的有一个大弟子叫做迦旃延。哦，他所造的那个时候啊，圆润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庞大哦，那时候圆润至少有320万言之多啊，哦，但是呢，佛去世以后呢，我们人呐、啊、智慧越来越减少，这么大庞大的经本，大家都学不来啊，受持不了，所以呢，就有人呢，哦，就把它越来越精简了。哦，精简到现在看了也比较少了哦。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空一有门哦。那第四个非空非有门在哪里？啊、哦，在这里，非空非有门啊、哦，把它画下来。但是小圣的非空非有门，他告诉我们说未见论闻哦，看不到。哦，看不到，但是又说，又告诉我们说，即是啊、哦，我们也可以把什么呢？把恶口的车衾见此入道，哦，这个就是非空非有门，或者独子部，哦，即我非有非无，哦，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好像也没有定论嘛，哦，所以小圣经典的非空非有门呢？哦，没有论点来支持他。那下面呢，说的是大圣的这四门哦，有门说的是什么？涅槃，第一个有没有？哦，有门是涅槃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有若性等。哦，这个就是有门。那下面又说呢，哦，下面的这个大家自己看，自己看说的是什么空门。下面又云实无金性，汝无惰性。石头呢，它们不没有含着金子的那个特质，那汝呢，没有惰性，众生佛性犹若虚空，哦，迦毗罗城空，大涅槃空。在这个时候呢。哦，所有都空了，所举出来都空了，这个时候就是空门哦。那又云众生佛性亦有亦无，哦，这个时候前面说空，又说有，这个时候又说众生的佛性又有又无，何以为有？一切众生悉同有故。为什么有？因为一些众生呢，都同样有此佛性。哦，何以为无呢？从善方便而得见故。为什么没有呢？从善方便，所谓善方便，指的是能够从掌握修行的重点而去修，而能够得见佛性。也就是说，有些人善于修行，修得好，他佛性显扬出来的，没显扬出来的呢？哦，那个是还没修行，或者修行不得力的，
哦，所以这个是何以为无？那有是共同之有，那这共同之有，我们前面有学到，那个叫做什么佛性啊？三因佛性里面中的什么佛性？正因佛性啊，众生皆有也啊。那这样的一个经文呢，指的就是亦有亦无门啊。然后下面呢，我们要谈到非有非无了啊。又云众生的佛性即是中道哦，这个中道出现了哦，有无当中的一个中道，非有如虚空哦，非无如兔角哦，非有如虚空。说到它没有呢，就好像虚空一样哦。然后非无如兔角。百非思前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那个不正确的概念呢，都要把它遣除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非有非无门也。那下面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呢，那这个结论对我们也是有很大帮助。为什么呢？它会告诉我们哪一部经典它的特点在哪里。哦，那你掌握这个精神，你去看的话，你就很容易进入跟理解。譬如说呢，唯识啊，他谈到唯识，唯识多说什么？有门啊，唯识谈的都是有哦，谈的都是众生的烦恼心性要如何清净啊。那掌真论呢，多说的是空门，还有一个辩中边论，说的是什么？亦有亦空哦，还有什么啊？中论哦，说的是什么？非有非空。他是不是把很多论点的特点都告诉我们？哦，所以当你要去看中论的时候呢，哦，你要掌握那个精神，他都告诉我们非有非空，空有皆，这是双非嘛，对不对？哦，中论说的是双非。哦，那唯识呢谈的都是有门哦。好，大家掌握了，我是觉得学习这一段的玄谈啊，其实得到很多宝藏哦，因为看到很多不同经典的特色哦。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义阳教到底有什么状况，那是大家学了，现在先休息一下，再进入，好不好？好，那现在呢，请大家共同来念诵第二段、第三段的发愿文。南无譬如教主华藏持尊言宝记之经文，布囊含之玉轴，层层混入，刹刹圆融。十兆九万五千四十八字，一圣圆教大方广佛华严经，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常愿供养常恭敬，七处九会佛菩萨，常愿证入常宣说，五洲四分华严经，常愿供养无修歇，九十刹尘菩萨众，常愿悟入常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愿弟子生生世世在在处处，眼中常见如是经典，耳中常闻如是经典，口中常诵如是经典，手中常书如是经典，心中常悟如是经典，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清净华藏一切圣贤，常蒙华藏一切圣贤慈悲摄受如经所说，愿悉证明，愿如善财菩萨，愿如文殊师利菩萨，愿如弥勒菩萨，愿如普贤菩萨，愿如观世音菩萨，愿如毗卢遮那佛。
好，请放掌。我们这样的速度对大家来讲会不会太快？可以哈，好，那基本上就是回去的时候大家先预习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这样子慢慢的进入探讨，希望能够更深入于法义经典当中啊。好，那我们刚刚已经学到了第有相教、无相教，对不对？无相教啊，告诉我们里面事实上也包含了许多有相教的内容，然后也有常住等等的这些内容。那现在我们呢，再请大家看到我们的书文第23页。书文第23页呢，刚刚把无相教解释完了，现在呢，要破的是什么呢？破的就是异阳教啊，第3时期。大家知道哈，这50之法啊，50是5种时期的说法哦。那他这样的一个判教呢，是根据说法的时期来说的。所以，事实上，假如是以说法的时期来分判经典的话，会有一些有障碍、有不妥当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异阳教啊，怎么样的不妥当？若云第3时中，但名异阳，把它称第3时的教化当中呢，称为异阳教的话，亦非常者。哦，这里面呢也没有指到那个常的佛性常住的这个概念。净明云，佛身无为不堕诸数，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岂无常耶？哦，也就是说，他把第3时教呢定义为异阳教的话。那这样子呢，就表示第3时教呢，它不会谈论到佛身常住的这个概念。那他就举了，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异阳教里面的经典包括什么呢？包括《净明经》啊，第一部是《净明经》，第二部是经典是什么？是失义经，也就是不，也就失义梵天所问经啊。他是从这两个经典啊、哦、来定义这个异阳教啊、哦，压抑小圣称赞那个大圣的这个异阳教。好哦，那他就告诉我们了。但是你只要以这样子来做定义的话，它的不妥当是在哪里？第一个举《净明经》里面的经文，也就是维摩诘所说经的那个经文啊，佛身常住这句话也很有名的哦。佛身常无为不堕诸数，哦，不堕诸数，这个把它画下来啊，哦，观身实相。哦，观佛亦然，这句话岂无常耶？难道没有谈到佛身之常吗？当然，这句话就是在谈佛身之常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要知道什么叫做不堕诸数，哦，也就是诸数就是有为法的意思。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把这个数啊？哦，各种不同的诸数，就是各种不同的数哦，来当有为法的代名词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哦，对不对？你谈数就有一个实，就有一个实称在哦，有一个生灭在，有一个次序在，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有为法哦。那佛身呢？它事实上不是有为法哦，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这句话谈的就是佛身常住的概念。那第二个，他举般若经啊，二圣的智慧犹如荧光，菩萨一日学智，如日之照
哦，当然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抑扬教很明显的那个抑跟扬的那个概念在里面，对不对？啊，抑的是什么？二圣智慧。为什么？因为这么小，像萤火虫的光明，那么小一点点。那扬的呢？称扬的是菩萨只学一日的大圣智慧，却像日光一样如此的光明哦。这个说的就是抑扬教。那他这里面说的就是说，哎，这所谓的般若经，就是第二识的无相教里面，它里面呢也有抑扬教在里面呢。所以你定这个抑扬教是不妥当的，这样了解吗？哦，意思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疏钞55页，然后还要再看看我们的讲义。好，疏钞55页这里呢，看的是什么？好，其实这个疏钞55页，这个基本上我们也学过了哈，就讲过了，就不再讲。那现在看看我们的讲义啊，讲义应该是属于209还是210啊？209，209的第3页，讲的就是不堕诸数。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前面上面就是有遮有表哈，大家回去自己看然后呢，这里面说的是佛身无为不堕诸数玄义云：佛身无为不堕诸数，金刚之体。有没有看到体？他说的呢，佛身。事实上，指的是法身之体呀，佛身指的是法身之体呀，金刚之体。既然是法身之体，何急何恼？哪有什么疾病？哪有什么烦恼呢？怎么会为度众生而现失事耳？怎么会为了度众生而出现有烦恼？有疾病苦痛呢，因为呢，佛身无为不堕诸数，也的意思是说，以法身来讲是金刚之体，它是无为法，不是有为法，不堕诸数是不是有为法的意思？那为了度众生而现有烦恼、有疾病的呢，那个是属于什么身呢？佛身里面的什么身？对，应化身，依着众生的因缘而所现的应化身，也是方便所现众生有什么，他就现什么状态好，那这句话很容易理解哈。就这样子，然后这里顺便说一个"从地涌出"，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62页。哎，我们还没有学到62页。好，那这个待会再说了哈。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学完抑扬教了学完抑扬教，接下来要看的是第四识的同归教。第四识，第四个时期，讲经的第四个时期，把它定义为同归教的话，什么叫做同归呢？它指的是《法华经》第四时期呀，大家注明一下，免得忘记它指的是讲《法华经》为什么呢？叫同归呢？就是把三圣会归于一佛圣。同样归于一佛圣，那哪三圣呢？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
同归于一佛圣，这个叫同归教。只要是这样子的话，意味绵长者哦，他举例而言，受量品就说了常住不灭，有没有说到常？有啊，哦，那方便品又说了世间相常住等，岂无常耶？哦，也就是说，你假如说只是显会三归一，把所有的哦万善都同归于一善的菩提一佛圣，而没有说，难道没有说常住的概念，佛身常住的概念吗？其实是有的，也就是说，《法华经》里面也有常住的概念，佛身常住的概念。所以第四识，你假如说只《法华经》为同归教的话，那也不妥当的，因为《法华经》同样也显出佛身常住的概念出来啊。好，那接下来说以涅槃为常住者，哦，假如说你最后的是什么？最后的第五教是什么？对啊，第四教是，哎，对，第四教是同归教，对不对？那第五教呢，说的就是常住教，哦，那假如说第五教这样子说的话，以涅槃为常住教，当教可耳，当着这一教当中，你这样讲当然可以的。而涅槃之时，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在大涅槃经里面呢、啊，他也有小乘之见呢，他也谈到小乘的那一些种种的义理呀、啊，哦，如阿含中说，如来涅槃之相故。譬如《阿含经》里面就谈到如来涅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你也不能说哦，第五识哦说的是常住教，涅槃以涅槃为常住的时期，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还含着小乘的义理之在里面啊、哦，所以。就把这五十，你假如只是单纯定义于某种教，好像都不是那么恰当。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书抄里面的详细的说明。请翻到第56页，书抄56页。好，刚刚谈到以涅槃为常住者，哦，就是这一段话，哦，它这里面啊、哦，它就是说，第五识指的是常住教，对不对？但是呢，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哦，许其涅槃是常住意，就是说，这个我们赞同的点，清凉国师赞同的点，就是说。哎，涅槃讲涅槃经那个时期是讲的是常住，佛身常住的那个观念是赞同的，许就是赞同的意思。则其说涅槃无有小乘哦的义理哦，但是则就是说认为苛责哦，苛责他好、哦，或者是说认为他不完备的哦，不那么圆满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啊，说《涅槃经》里面也有小乘的义理在哦。譬如他就哈、哦，他是讲涅槃呢，皆有大小哦。那事实上，《涅槃经》里面也讲大乘，也讲小乘哦。《阿含经》说如来涅槃之相者是什么呢？好、哦，这一段经大家看一看，其实是，看来是很有。大家会很有那个画面感哦，比如说如来哦，于存陀家起时，就是如来啊哦，在存陀家起时哦，存陀他的那个意思呢是妙解哦，微妙的解哈，妙解的意思。那这个存陀他是一个工匠。
他是一个工匠的儿子哦。那在存佛家起时，因为吃了旃檀木耳根哦，后呢患肌肌痛哦，患背痛，就是说存佛呢以旃檀木耳根来供养佛陀。这个旃檀木耳根就是用那个白檀、白旃檀入药哦。那个旃檀呢，它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那假如是白色的呢，它可以入药治的是热病，哦，治的是热病。那那个红色的旃檀呢？它入药，它的效果是什么？它的效果是去那个风寒、风肿，哦，两种不同的效果。但是我们是不晓得，存陀它是用白旃檀或是红旃檀，但是呢，佛陀吃了以后呢，他就患肌病，哦，背肌就是背痛啊。哦，那为什么要患疾病呢？其实它这里有一个表法的意思，也就是表示啊，哦，宿世所做的业力啊，即使成佛，因果也不会亡失的。哦，他的那个所谓的前世的因果的故事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佛呢，他以前有一世。他是示现成一个刹帝利的哦，种姓的大力士哦，那是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哦，做刹帝利种姓的那个大力士，他跟婆罗门的另外一个大力士呢，在一个节庆当中呢，啊，哦，为当时的国王啊。就是说彼此做那个角力，就是做相扑啊，哦，大家在角力，然后呢，在做这个相扑角力的时候呢，哦，把对方这个婆罗门的大力士呢，哦，他背呢给他折损了他的背，折损了那个婆罗门的背，哦，那个婆罗门的大力士就受伤了，哦，而这个时候呢。佛陀为什么吃了这个旃檀木耳根以后，他也患背痛？他的宿世原因呢，就是从这里而来的哦。所以这里就表示因果业力都不亡也哦。于居士那城婆罗双树间哦，大家都知道双树之间佛陀入涅盘嘛。逆顺出入，超越三昧哦，于四禅中入火光三昧，烧身灭度，唯留舍利，唯人天福田，身智俱灭，入无余涅槃。哦，这个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如来涅槃之相哦，所以。读书超很好哈，能够读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50的这样的一个判教的好跟不好那清凉国师都跟我们讲了。那接下来呢，就要破的是什么？破的是人天教，就是琉球所判的五教当中。哦的不圆满的地方哦，请大家看到我们书文的第24页。这一段很短哦。好哦，这一段很短。那前面的50支教，光统那个建教当中50支教都已经完成了，现在要破的是什么？琉球的这五教。那琉球的这五教，它跟前面的这个五教不一样哦。这琉球呢，它是把有相教之前加了一个人天教，有没有看到？哦，在有相教之前哦，加一个人天教。
那前面的五教呢，是在什么？是什么？常住跟什么教之前加什么？对，哦，那不太一样的。那琉球有琉球的说法，哦，我们来看一看。若以人天为初者，假如就说以人天教为第一个教法的分判的话，哦，体位虽说善戒善得道，皆通三圣。哦，就是说，你假如分哈，第一十教是人天教的话，但是呢，在这一个时，在体位经里面呢，他佛陀啊。等一下，我们看那个书钞里面的钞，它就有说到这一段的过程哦。在体位经里面，佛陀呢虽然说的是人天的戒善哦，但是呢，体位经跟体位居士跟其他的人呢都得到了哦，皆通三圣。而这个得到不是只得了小圣而已，是通三圣的这个涅槃得到。哦，故彼经云就是体位得不起法忍哦，所以呢，这个经就说啊，哦，体位得到的是不起法忍，又为密集经说第二七日说三圣故，又有一部经哦，第二七日说三圣哦。燃上五时等，皆以时间啊、哦、来分判、来刻定它，则有所乖，就是不合理之处，哈、哦，就是不圆满的。这样的分法是不圆满的。卷去不定，就是你去掉不定教的话，哦，从多分说，哦，从大部分，哦。的那一个，就每种经典，它所呈现出来的多分少分来说呢，亦有理在，也是有些道理的哦。不定教里面去掉以后，从多分说是还是有些道理的。好，这一段很少，但是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书钞哦，书钞里面有一段那个体位经得道的那个解释。请看到我们的56页，书钞56页。好，体位得不起法忍，有没有？这个不起法忍说的就是无生法忍哦，说的是无生法忍。然后在这里有一个维密啊，基金中哦，这个密集经啊，哦，说的是金刚啊，哦，密集金刚力士经啊，哦，这个密集经啊，说的是密集金刚力士经啊，哦，那这个经呢，事实上这个密集金刚啊，它就是手上哈，哦，拿着金刚杵的夜叉王。哦，这个密集金刚是一个夜叉王啊，这个夜叉王其实我们常常在密教的经典上，或是密教的图案上会看到，他手上就拿了一个金刚杵。那为什么他会成为哦流传密教哦而来的另一个来源呢？密教的传承来源之一呢？那是因为这个密集金刚啊，他常常啊、哦、侍奉哦如来在他的旁边哦。那有一些人就会说哦，因为他常常侍候在佛陀的旁边，他就能够了解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佛陀他的种种微密之法哦，譬如说如来的三密。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从这个密集金刚等等这种密教的里面呢、啊，这样子流传出来。那有一些人呢，也会认为说，这个密集金刚啊，它本身就是楼智佛的化身哦。楼智佛大家知道吗？哦，我们拜千佛里面有一个楼智佛
哦，他说他也是楼智佛的化身。好，这个多了解一下也是一个乐趣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第57页，我们第57页呢，哦，他就要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体位。哦，体位经里面说，体位那个时候呢，哦，是什么状态之下请佛陀说法？然后那一些人呢，跟他在一起的这一些，这些人又得到不同的的境界哦。来看一下，为体就是说佛啦，哦，佛在树王下成道。哦，佛成道的时候，于7日当中都没有人知道佛陀已经得了最高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但是只有谁看到，谁知道？只有提卫波利啊，这两个居士，他为什么能够知道呢？因为他能够救阴阳之佛成道。也就是说，他本身呢，哦，有一些能够知道天地阴阳变化，有一些就是有点类似能够测那个什么，人家说我帮你算命啊，哈，能够知道那样子的一种阴阳之术啊，哦，就知道佛成道了，名为殊神。那这个提位呢，他就给佛陀。哦，供养佛陀，他供养佛陀的是献什么？这个是念草，草，哦，吃好草。这个草字，它代表的是一种用那个，是那个麦饼，哦，麦子做成的饼，哦，或者是一般的干粮，哦。那四天王那时候佛成道了，四天王也知道啊，对不对？四天王呢，他就奉钵。哦，他以钵来供养佛陀，那四天王供了四个钵，而这个钵呢，它是甘琉璃钵，很漂亮的天王之钵哦，甘琉璃钵。那这个四天王有四个钵，对不对？那佛呢就把这四个钵啊重叠在一起，用他的左手哦。把四个钵放在左手当中，然后用右手一按，哦，就把四个钵合成一个钵了，哦，那接受了这个天王奉钵跟那个钵提位的献朝以后呢，就开始向他们说法，说什么法呢？说世间因果。所以前面才说嘛，以人天为初嘛，人天教为初嘛，哦，那说这个世间因果这个经呢，这指的是小圣教，但是不妨为大，说的是小圣像的经典内的这个法义内容，但是呢，不妨为大圣，就也不会妨碍大圣的那个经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里面就说啊，当佛陀讲经哈，500古人得到呢，有500人得受戒哦，先至忏悔忤逆十二谤法等罪，得四大本净哦，五蕴本净，六尘本净哦，然后呢？提位长者得不起法忍，也就是无生法忍。这个不起法忍就是无生法忍。那300个人呢，得到什么？柔顺忍，啊、哦，柔顺忍。那这个柔顺忍就是第四五六地的分顺忍。那另外有200个人得到须陀洹果。哦，你看得到的果位都很高哎，啊、哦，得到柔顺的，然后300龙王得到不起法忍，这个龙王呢，哦，他跟那个提位一样，都得到的那个不起法忍，无生法忍。那为什么龙王是在畜生道的，他也可以得到这个不起法忍呢？那是因为
这些龙王，他事实上不是因为他的业报，不是因为他业力啊，把他局限为龙，让他变成龙，而是他的愿啊，他依其愿而成为龙，所以能够得到不起法忍啊，都是久经修行的大菩萨而来的哦，只是限于龙身这样子。好，所以你看，在一个讲人天界善的经典里面，就已经有许多大圣之相了啊，无量众生发无上的菩提心。那普药经又有一段啊，那这一段大家回去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哦，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上面50等皆曰时刻定，哦，就是以时间来分判儒教，则有所乖，就是一定有点缺失的，减去不定教，从多分说亦有理在。好，这个就是一个最后的结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50支教哈，也结束了。那这样子一结束，我们的3教当中啊，哦，都已经说完了。那说完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讲4种教。那这4种教呢，里面的教义内容啊，就很丰富，也很精彩哦。那我们现在先请大家翻到同样我们的书文第25页。好，这4种教哈，第一教是什么？有四家哈，4种教有四家。那我要问大家，那4种教既然有4家，请问是哪4家？大家只要找书文的话，要怎么找法？就是不要看前面的表格，只要要请你们找书文，告诉我哦。哎，第4种教有4家哦，从第25到第28页都讲这第4种教的，对不对？那请问哪四家怎么找？哦，看2个圆圈，对不对？好，哦，4之1就是梁朝，那4之2在第几页？哎，26页，有没有2个圆圈的？哦，那接下来呢？对，哦，4之3在27页，是圆晓法师的4教，对不对？好，最后一教是什么？28页是谁的？愿公，愿公是谁？啊，就是慧愿法师，对不对？那这愿公就是我们清凉国师常常在 常常在说他有什么什么哈，不太对的那个就是这个愿公啊，哦。啊、哦，他不太赞成他的说法哦，是有很多举出很多这个是愿公的啊、哦，然后5教有2家，对不对？啊、哦，5教你看5教是哪2家？波波、三藏，这是一个，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呢？贤首。那为什么贤首接下来就没有了？贤首说贤首的5教是在哪里？哪里说？这里没有说啊，自下当至就没了，结束了。啊，是在哪里说贤首5教？对，就是在乙亦分教，就36页当中，乙亦分教讲这个就是讲我们的5教是哪5教？搅屎终顿圆哦，这我们这个都能朗朗上口的哦。好，那现在知道经就是文章的结构了以后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个梁朝的光载法师是在第25页。好，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啊、哦，其实这里面啊里面很多很精彩的啊、哦，包括我们会学习越来越多《法华经》的东西，所以呢，我今天把里面相关《法华经》的内容呢。哦，就印了一份讲义给大家，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哦，先来看这个文，简单的来把这个文消文一下。哦，梁朝哦，
立誓叫有释迦，对不对？哈，梁朝光宰法师一法华第二立誓圣教，你看他看到一个法华第二，为什么我那个讲义呀、啊，哦，写成那个第二，就是从这里一个误解，然后那写好以后寄出去呀、啊，然后也印了，他还觉得一直觉得不太对劲，哦，就赶快再去。对经文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果真是错的，哦，应该是在譬喻品，啊、哦，譬喻品第三，啊、哦，但是呢，他这里不是说法华第二错的哦，而是说他第四圣教是依着法华第二品当中所说的那一些内容跟义理呀、啊，立了四圣教。好，哪四圣教？先了解。先了解他那个法华里面的四教是哪四教？啊，哪四教？对，全教三圣指哪三圣？对，声闻缘觉菩萨是三种教，对不对？然后最后一种是什么？十教大圣教。哦，就是一佛圣的这个大圣教哦，那前面身为缘觉菩萨，甚至连菩萨都是全教而不是实教哦，哦，只有最后的哦才是实教大圣教哦。然后我们先看临门三车哦，临门三车即是全教三圣哦，四取等士哦，即实教大圣这个专有名词，等一下会说明啊。以临门的牛车呢，亦同羊车跟鹿车一样，拒不得故，都是虚指啦，哦，都得不到的，最后都没有得到的那个羊车、鹿车、牛车，哦，都得不到，并无体故。为什么得不到？因为无体、无实体也。哦，诸子皆说。哦，这些孩子呢，都向那个长子说：“哎，你答应要给我牛车，要给我羊车，给我鹿车。结果我已经出了门了，你为什么不给我呢？我没有看到那个车子在哪里呀、啊？是之山皆虚指，就是说这三圣都是虚的，哦，都是这种所指都是虚的，以为方便。”此则前三是三圣，就是前面所指的全教三圣，羊车、鹿车、牛车，哦，声闻缘觉菩萨，哦，这是三乘。后一是一乘，一乘才是真实的，哦，才是真实的，哦，无乖教理，没有违反他这个教理。所以呢，他是说，哦。光宰法师依着四圣教哦，来立这个哈、哦，来立这个四教啊、哦，依着法华第二来立四教。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的书钞啊、哦，我们的书钞里面就有很多谈到《法华经》里面啊、哦。这里面详细的解释，请翻到第65页。但是呢，在这个65页之前呢、啊，好像是应该先跟大家讲64页哦。对，啊、哦，我们来看这64页的这个抄这个书的解释啊、哦，这个书的解释啊、哦，哎。但是在看这个之前呢，是不是应该先看《法华经》的经文，他才会知道他到底在讲些什么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看的是我们的讲义210之一啊，讲义210之一。那在这里啊。哦我给大家的讲义，这里面啊有一个错误，请大家改过来啊。就是这里有没有？我这边已经改过来了哈，是譬喻品第三才对啊，不是方便品第二啊，不是方便品第二。在这个比喻是从譬喻品第三来的啊，譬喻品第三来的。那这个经文呐、啊。
大家回去看一下，大家回去看一下，是这个比喻呢，是《法华经》里面的火宅喻，三界的火宅的比喻啊。那这个三界火宅是佛陀告诉舍利弗哦，佛陀告诉舍利弗哦的种种啊，他是说呢哦，诸佛世间以种种因缘啊，譬喻啊，言辞说，方便说法，方便说法啊。那诸有所说，目的是什么？皆为化菩萨故。那有诸有智者，有智慧的人呢，以譬喻而得解啊。所以下面呢，就举出这个三界火宅喻。那这个三界火宅有大长者，这个大长者就是佛咯，哦，等等等等，这些大家其实很清楚，哦，那这个舍宅呢，为大火所烧，三界是大火宅，但是大家众生都不知道，所以呢，所以他就告诉这些孩子说呢，汝等所可玩好，稀有难得，若不取，后必忧悔。哦，你有很多喜欢的，我给你哦。但是呢，这些有什么？有种种的羊车、鹿车、牛车，均在门外。哦，这个门，羊车、鹿车、牛车，这个羊车是指的是声闻缘觉跟菩萨啊。羊车是指声闻，鹿车缘觉，牛车指菩萨啊。门外是三界之外。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好，在这里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法义有很多法义，你看了以后会觉得说，实在是佛法无人说啊，真的虽会不能解这个时候呢。诸子闻父所说真万之物，是其所愿哦。刚好是符合他心里所想的，心各永坠，互相推排，哦，进贡持走，真出火宅。大家不要小看这几句话哦，这几句话里面含有不同的深意那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互相在这里互相推牌有没有？这个互相推牌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要修行的一个过程。互相推牌的互相呢，指的是修行的过程。他观察上界、下界、八地、32形相。而这个修行的过程呢，是入了修慧，互相这个2个字，入了修慧，修持的修入了修慧，那他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说暖顶忍是第一，有没有？我们修阿罗汉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暖顶忍是第一。那这个互相呢，事实上它就代表了。入了修慧，而是暖胃跟顶胃，是这2个位次互相，暖胃跟顶胃。那推牌呢？推牌指的像后面那2个字啊，这个推牌后面这两个推牌，推牌指的就是说就是正了四谛里，哪四谛呀？四谛里苦集灭道证了四谛的真理把见思二惑有没有？这个时候是除了见惑，没有包括思惑推牌这个时候没有包括思惑。那你们要问那思惑什么时候进这里面有没有？猜猜看。这里面有的，
猜猜看，在什么时候就禁了？啊，不是在这里，陆地而坐的时候，哦，陆地而坐的时候，这表示三界的湿货都已经清净了，哦，那这个坐呢？坐表示什么？就是住在那个小圣的果位了，而不像一佛圣前进，这个叫做坐。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见惑跟思惑哈，这几个表法，但是要回到净供持走有没有？这个净是一个哦，然后呢，净是一个净代表的是忍位，銮顶忍的那个忍位哦，忍位，然后供呢？供代表的是是第一，有没有？銮顶忍是第一，最后的那个是第一。然后过了銮顶忍是第一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见入了见到位，对不对？哦，所以呢，入见到位是指的是哪一个啊？持走，持走表示入见到位。好玩哦，是不是很好玩？哦，你看这都有不同的法义在里面哦。好，那这个时候呢，长者见诸子安隐得出，皆于是渠道中。好，这个是渠道，代表的就是苦集灭道的是谛观法。啊，是渠道，就是苦集灭道的是谛观法。那刚刚有说了，陆地代表什么？对，是或一段。坐呢？对，他不思前进了，哦，自以为足了，自以为足了。哦，好，这个就是隐喻中的隐喻，对不对？要不是组织大的给我们看，我们看了一个神话故事就看过去了，是不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啊？对不对？哦，但是先了解这一些哦，我们等一下解释的时候你们会更清楚。哦，那这个时候呢，各个孩子就跟他的父亲讲哦，父先所许好，完好之具哦。羊、鹿、牛等愿食是鱼，有没有？那你要赶快给我啊！哦，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锁车嘛，我不是有跟大家讲，你们回去要把一些关键字给它画出来，有没有？哦，这句话表示就是愿食是，就是锁车啊！哦，我跟你跟那个大长者。哦，求索，你许给我的，不管是鹿车、羊车、牛车，这个叫做索车。哦，好，等一下这样子慢慢讲，你们就会很清楚。然后索车有两种状态啊，有两种状态，一个是鸡索，一个是口索，就是用嘴巴说。哦，好，那。好，那这个白牛，哦，这个时候长者呢，等次诸子等一大车，请问这个等一大车是不是就是这个牛车啊？是不是这个牛车？是不是？不是哦，这个是大白牛车，不是这个牛车哦。牛车指的是菩萨道，哦，指的是菩萨，而这个大白牛车呢，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一佛乘，哦，就是一乘啊，哦，一佛乘啊，哦。那这里面的法义呀，大家假如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个我们的那个藕益大师哦，藕益大师哈，哦，他写了一本《法华经》的
这个会《法华经》的那个很棒的书啊，哦，你们读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哦这些藏通别圆里面的种种判教，再回去读《法华经》，而且读到那个偶遇大师的《法华经》的那个轮贯呐、啊、会议呀、啊，你就会看得懂，而且很有味道，你知道吗？所以你一精通哈、哦，真的以后会百精而通啊！哦啊，你通了以后，你看经典，你就觉得啊，通体通，真的通畅，哦，看得觉得、啊、法喜充满。好，这个呢，就是先把《法华经》的刚刚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一些经典的文字，先跟大家讲一讲哦。那详细的内容回去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哦，那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的书抄64页，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再来看看我们的书抄64页，你们会更清楚。好，这个64页我们来看这个书啊、哦、以临门的牛车有没有跟哦羊车鹿车一样皆俱不得，都没有办法得到羊车牛车鹿车，为什么呢？因为并无体故，它没有那个体性。这个体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三圣智慧之体。我们刚刚不是说他立四教吗？有没有四教里面前三教就是前三圣，他那个智慧之体啊，事实上是虚指的，事实上没有这个东西的、哦、所以呢 这几个牛羊鹿车都得不到的，实无可得也、哦，那这里面以临门的牛车哦，这个牛车的车体呢，哦，这个牛车的车体，这里面呢，它指的是什么？藏六的全智。什么叫藏六？藏六就是小的意思哦，全智哦，小小的哦，全智不是真智。哦、也就是厚德智、哦、小小的全智、哦、那这里啊就特别解释什么叫做临门牛车，就是到了三界，出了三界、哦、这个临门三界以后呢，这些车呢，这些羊车鹿车牛车事实上皆不可得也、哦、那为什么呢？哦，因为三这里面要表达的就是所谓的三乘，它是全教，它只是全教而已，并非一时教。一时教就是我们的一佛乘教，哦，所以羊车、鹿车、牛车呢，所得的境界呢，都是虚指而已。那出门不上车，所谓的出门就是出了三界之门而不上车。什么叫不上车？因为无车可搭，无车所以不上车。这个不上车表示的都没有实证的意思、哦、事实上你以为你有涅槃可得，事实上都无实也。哦，牛车若是实，牛车指的是菩萨圣，哦，菩萨圣里面的那一个境界跟智慧，假如是实在而有的话，出门即和尚，和尚就说出了三界之门就应该马上上了这个牛车啊。事实上，牛车啊、哦、也上不了的，啊、哦。也没有上的，也上不了，因为根本也无牛车可上啊、哦、所以说的是三皆虚指，这三就是这三车都是虚而所指、哦、那约法说呢，约法而说说的是什么？
以前习子三圣就是佛陀以前说的三圣教法呢，三界门外啊，是二乘诸三界无有真实证啊。他告诉我们的二乘呢，他出了三界，而这个出三界的所谓的涅槃入涅槃，事实上呢，它并不是真实之证，哦，不是真实，没有实体的。而菩萨出三界，难道也有？这就是真实证吗？具无实证，连菩萨出三界也是无实证也，所以呢，不上车，出了三界门不上车。哦，因为都没有实证，所以叫做不上车。哦，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哦，知三乘皆是权色，我们就知道，哦，佛陀所说的三车三色，皆是什么？哦，依着权教方便而虚设的，哦，所以呢。并无体，真的没有他的体，既不得车，皆无其体。所谓的没看到车，有没有？那些孩子没有看到车，所以才会向他的长者索车。那不得车就是没有其证实之体，就是真实所证之体，以无可。得故，为什么没有真实可证的那个体？因为本来就无可得，哪有体而言呢？所以这个长者他虚指三车，哦，这个所谓虚指是权色的方便，哦，事实上呢，没有这一回事，哦，虚色而已，哦，实无界外的三圣，有没有？这句话画下来，事实上有界外三圣吗？没有，只是一个方便说也。啊、哦，那尽智无生智，好，这里把它画下来啊、哦。尽智无生智是二圣的车体，就是声闻缘觉。啊、哦，声闻是路车，缘觉是羊车，那。路车、羊车，它的车体是什么？它的车体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无生智，有没有？还有一个什么智？尽智，尽智无生智是二圣，就是小车、小果的车体。那这个尽智无生智，我们学过吧？我们讲义是不是把十种智都写上去了？对不对？就是这两个哦，就是尽智无生智，就十种智你记不起来，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小乘的智慧，我们就称为什么？尽智跟无生智，而这个是属于小乘的车体。那丈六浅智啊，是牛车。丈六浅智指的是菩萨的智慧。哦，指的是菩萨的智慧。那这个浅呢，代表的是权智，啊、哦，权智。浅呐、啊，哈、哦，不是有些版本是权呐、啊，啊、哦，权智写的是权智，啊、哦，是菩萨的车体，是牛车的车体。那二乘之智呢，既然非真实的，那丈六的浅智呢？难道就是真的吗？当然也是虚指而已啊、哦。那约人就法，约着人而说啊，就着法而说呢啊、哦，今明无体，现在所说的无体啊、哦，无体就是就法而说啊、哦，就法体而说。本来三乘之最后的所得的所谓的那个境界跟涅槃，本来就是没有，就是虚指，就是无体哦。那问题是诸子皆所呀，
对不对？所有的孩子就说你已经许我了。好，告诉我外面有牛车、有羊车、有鹿车，所以为什么我见不到？那你要许我啊，所以叫做诸子皆所啊。假如有体的话，就是有这么一回事的话，就不合所，就是这些孩子呢，就不用再跟长子要这个车了，对不对？诸子皆所就是表示他是无体的。见不到羊车，见不到鹿车，哦，所以才会开口，哦，向长者说：“哎，你要给我的到底在哪里呢？”哦，那牛车也所啊，也是表示没有见不到牛啊，所以比经就是我们的《法华经》了，就说啊，尔时诸子各白复言，复先所许王号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食是与，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些啊、哦。那这个就是所牛车，就是菩萨圣呢，事实上也是无体的，菩萨圣本身的那一个境界哦，也是虚指虚无的啊。哦所车是表示一个，用比喻来说，约法呢，到底啊、哦、是怎样呢？哦，所车约法说的是怎样呢？啊、哦，一个就是两个说法，一个是机所，一个是口所。什么叫机所？哦，机所就是三乘之人以佛教门出三界苦，未为究竟，哦，不解所乘。哎呀，你看哈、哦，这个三乘之人呢、啊，就表示所有的鹿羊牛车，他依着佛所教的这些教法，出了三界之苦。那出了三界苦，得到了，就以为我所得的就是究竟涅槃，但是他不懂的就是。我真正要跟佛所得到的、所要的是最终、最终的那个解脱，叫做一佛圣，这个叫做哦，不懂的那个一佛圣，要的是真正的宝贝，就是那个大白牛车哦。但问题是，已被操练一圣激发，这是一个重点哦。哦，大家把这句话画下来啊、哦！即使三乘之人呢，他不懂，不懂得向长者来要那个大白牛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被陶冶练习啊、哦，而把那个一圣教的那个种子啊、哦，慢慢的被启发了，积移啊、哦，扣胜。哦，一言所耳啊，而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一乘的种子呢，已被陶冶，已被诱引出来了。而这个基移，就是我们众生的根器成熟了以后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哦，再加上长者的诱导教导啊。就可以积移扣胜哦，扣胜就是哦，告诉长子说我要大白牛车，以这个义理来说，这个叫做所哦，这个叫做所。佛知机熟灵山集会，为说法华一集之旨，即是各次诸职。等一大车哦，那这个时候呢，佛知道了根基成熟了，所以呢，在灵山啊、哦，在所有人自心的那个灵山集会呢，是说法华一集之旨，说法华经呢啊、哦，一佛圣的最极，最极就是最真实义的要旨。这个就是各事诸子等一大车。
有没有？我们刚刚有说各是诸子等一大车，这个吃的车是什么？法华一集之子，说的一佛圣的道理，哦，那口所呢？那假如说用口用这以集灵山，三圣三根皆悉起言，就是说在另外一种状态。叫做基所，对不对？前面说的是基所，现在说的是口所。口所的状态就是说，我们的三圣人呢，这些根基呢，哦，皆悉起言，求法求迹。哎呦，这个时候要求法求迹了哦，就是所车，未说语迹。啊，令其修正即是等事，哇，这里面有很多《法华经》的内容。哇，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啊。那这个基所跟口所，这里面的很多线索啊，要请大家回去看《法华经》里面，自己仔细的去体会一下哦。事实上，里面的法义呀，你假如能够理解的话，读起来就会津津有味了。好，那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火灾哈，三界火灾狱，还有等次一大牛车呢，这个讲义啊，他回去仔细的再多读几遍，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下一次再继续。好，请大家一起合掌，来做总回向。以此称经功德，以此发愿功德，愿与世恩三友法界一切众生，消无始以来尽法界虚空界无量罪垢，愿与世恩三友法界一切众生。解无始以来尽法界虚空界无量冤业，愿与世恩三友法界一切众生即无始以来尽法界虚空界无量福智，同游华藏庄严海，共入菩提大道场。